我觉得上衣是小胸必备，对，它可以让胸部有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。这叫什么抓衬抓什么荷叶边，荷叶边抓皱，就它会整个到这边看起来比较丰满。所以大家那个如果小胸想要稍微修饰一下的话，可以，而且它整体超可爱的。大家就是无袖的，然后侧边会稍微有一点点小露，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内衣形式或者是要穿抓它。嗯嗯，它是会有点邦邦的。对，那前面这一张好可爱，它有三个色。三个颜色，对，三个色，然后黑色、白色跟格子的布料也不一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细看一下格子，格子现在是有点皱皱的布料，嗯，虽然好像比例是差不多的，布料比例是差不多，但是格子是有立体感，你会这件吗？不会，不会，这件不会。然后黑色、白色就是那种一般素色的，嗯，的衬衫面这样子，就是没有纹理感的，就是白色素色是基本的。好，三个色，黑色、白色，对，黑色、白色，我喜欢格子。它这种如果搭那种大圆裙的话，其实也蛮好看的，就是素色的或者有花色的，就它因为扎起来后效果会比较丰富，比较有层次。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们平常比较长的窄裤或是裤装类比较多，就会推荐这个。对，它扎棉麻裤也会蛮好看。嗯，西装裤那种我觉得也可以有一点。然后它的 V 稍微偏低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它算缝的蛮刚好的，所以就是会刚好在把它踏这边一露出一点点，但是就是会看起来整个非常修饰，因为它的 V 非常 V 到这里，整个脸看起来就是会小了好几倍吧，我觉得。我自己蛮喜欢它这个这边抓皱之后，这里还是有一个宽度在，因为我觉得会看起来比较会显得这里更蓬，然后这里会再更收一点点。对。好的，男套洋装马上来。好的，好，后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，前后双V。嗯，好的 ，OK， 头发，走。